我的2019愿望呢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过得天天开心，能够身体健康，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勇敢地去追逐自己的梦想。然后我的19年的愿望呢，其实也很简单，我希望19年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能够在办公室给大家产出更多优质、好玩、有趣、有料的办公室的奇葩创意美食视频。当然呢，除了在办公室，我也希望我能带着小伙伴去到全。